姐。干什么？我能请吃个晚饭吗？在哪儿吃？跟你分手，谁就去泡那个妞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这主意不错。你们俩太无聊了吧？一二三，开！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哇！再来一瓶。你这个笨蛋，难道你不知道七喜的中奖率高达27%吗？你看，中了。中了。